魏征，勿听言之畏敌，勿听传是非宜，勿听诺等听怒进退床。凡大字字正且正且书，勿急急，勿模糊，彼说长，此说短，勿专急，莫言短。见人善，即内省，即思齐，有则长。纵去远，以见机。见人二，即内省，有则宅，无家井。反为德学，为才艺，后有疾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当自砺，断衣服，或饮食，如不如人，勿生戚。闻作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益有去。闻欲统，闻作心，不执量事，见相亲。无心非名为恶，错有心非名为恶，不能载追于无，常掩饰沾一珠。叮咚。